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颜玉如，这是我的作业，我写的游戏叫做“看谁先撞到自己”，先执行一下。Press C 键开始，然后第一个玩家用。电脑上的左右键控制，然后第二个玩家用 S 和 F 键控制，然后谁先撞到自己就输了。我再 run 一次。这是我的城市码。我再 run 一次。